临江汤比赛啊，预赛第一轮潘立伟对上萌萌海空桥。大乱了！哎，今天太好了，好梗，好梗，我只有那个可以选的，哎，丢脸。啊！我就丢脸，常常杀人歪手啦，对吗？我就丢脸，这个不能开玩笑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他这样拍不到，拍不到。我就跟你讲。他体积太大。然后往这边，还好我今天没有面。我刚看的那个背景，还好没有。
定还是那个抽一个人，那我希望那个选到。对啊，我觉得他那个让我选到一个优选之类的，公平个屁！那是一比一吗？我好久不可。观众是你们要用那个选歌器还是用抽？那你选鲁文大了，用这个比较公平啊。用那个吗？不是，那你要挑几星啊？你要选到十星吧？还可以大乱吗？还抽一个男人。你们决定吧，也是十号。我想看大乱。我自己选那一款啊。我觉得我选得很公正啊，他很公正啊。哎，有看过一路吗？刚刚还没有。